在车内自拍搞怪摆表情，以原来是美男、继承者们、Daughters 等夯剧打开知名度的31岁韩剧女神朴信惠，23号震撼宣布喜讯，将要嫁给交往4年的男友崔泰俊，而且还已经怀孕。朴信惠经纪公司发声明，两人约定是一生伴侣，在准备结婚过程中迎来宝贵生命，现在还是需要安定的出席，所以具体来说比较谨慎，希望大家谅解。只是大家对于新郎的身份很好奇。长相帅气，身材高挑，但朴信惠为婚夫崔泰俊在大众脑海里没有太深刻印象。其实2001年他以童星出道，但一度中断演戏9年，直到2011年重启活动，因为跟朴信惠出道背景相似，一路上互相扶持。最新作品跟少女时代的秀英出演，还跟池昌旭合作过《奇怪的搭档》，以及南宫明合演过《训男正英》，累积戏剧超过10多部，但多为男二。2017年，他跟朴信惠多次被拍到私下幽会。2018年，认爱交往将近5年，从未公开傍闪。朴信惠过往绯闻男友清一色全都是男神，包括李钟硕、张根硕、李弘基、郑容和、李敏镐以及金来源，如同发电机般存在。如今跟崔泰俊相差1年的姐弟恋开花结果，也让大批粉丝为他们感到开心。 TVBS 的新闻上面郑弘婷台报道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